田总，田总，田总，杨总，没有，我们在讨论工作。我们在对。这不是这个。希望我的出现没有打扰到你们。没打扰，我们讨论工作，一起讨论。啊，没想到你们竟然是这样的关系啊。嗯，好，这时你说。总裁，其实我们呢已经在努力准备我们的下一代了，也希望下一代可以早日为咱们公司出一份力。对，我好能想象倩倩和迪哥有下一代。各位助演，我都震撼了。好，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无话可说。看我多努力，总裁。太棒了，谢谢迪哥。